黄人可以介绍一下明天更新的英雄之路卡牌系统吗？是的，礼拜四的时候英雄之路确实更新了卡牌系统，这个是台版的。然后美版的话，它有的时候它有一个可以用钻石兑换的，但是我在界面今天没有看到它有没有，这个不是，就是说那个卡牌系统它可以用钻石来买卡牌，然后给你去抽这个卡组，所以台版应该有也有，那你就等一下。然后我们来以切斯特来说，你看这次的排行榜，他的积分冲得非常高，有没有到了第二名？同时呢，他又购买这个礼包，但是很多玩家因为这个礼包觉得失去了平衡。哎，毕竟这个东西加战力加的很多，这几个有没有？好，你这几个拉完的话，你去抽一抽，那个战力总战力会一直飙升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切斯特先生，就是现在这个账号的主人，他昨天大概花了接近台币10000块，或是10000块左右。然后你们看一下，它有这个闪卡有没有？闪卡就是这个卡框嘛，属性加的不一样，有很多种，有传说的啊，有什么这个是闪卡的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课长系统，我个人应该跟多数玩家一样，都觉得这个系统有点不大好，就不大好就是了。所以你要消费，看你们吧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意见，只是说以切斯特来讲，花10000台币。左上角这个总战力大概加了快要10万 K 吧，据他所述是这样子。然后队伍的战力大概加了10000 K， 就是当前队伍的角色。好了，那我们再把卡牌看得细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普洛斯16级，梅尔14级，格罗里巴斯18级，格罗里巴斯最高。然后饿狼15级，基诺斯博士居士18级，一个19一个18，豪杰。哎，啊，豪杰你怎么变瘦了？豪杰你怎么变瘦了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嘞？啊，猩红纹你怎么变成大头怪了？头怎么跟苏贞昌一样大？啊，阿修罗是干嘛？哦，这个卡片啊，有些画的变成 Q 版的，是不是？邦古的脸是歪的，开了滤镜啊。球棒也是，通帝好像是山寨版的，是不是？好，你们也可以看到等级，龙卷的等级很高，就是龙卷做起来还 OK 啊。吹雪僵尸男看起来很像，原子武士怎么变得那么怯笑？黑光是看到什么？看到诸神在前面是不是？金属骑士青焰也是，黄金球比较正常。OK， 这里面啊，你点进去它有不同的属性嘛，你可以看嘛。当前加了多少？当前加了多少？右边还有一个最终值，你最终加了多少？加了多少？都写在这边啊，不同的卡组。好了，我们好久没有上来切斯特的账号了。当然，这个厨子刚刚好像还没有讲完。厨子的话，这边还有送你这个，是不是？自选一个卡片碎片。所以呢，你就依据你这个战力，你觉得听起来加很多，你真的要去买这个东西的话，也可以等到之后有钻石的时候，在活动用钻石去换吧，好不好？因为这种东西哈，你氪金下去。讲真的，你只是短时间之内变强嘛，这个是养成游戏嘛，是不是？你氪一氪，你要氪不反对啊，但是我都是建议大家养成嘛，细水长流嘛。好了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上来了之后，来看一下主线关卡。哦，四个队伍的阵容，32-12，要拍到四个队伍啊！我看一下哈，你总共四个队伍，第一队是饿狼球棒。第二队万圣节球棒梅尔萨加德，第三队龙爵，第四队呢？哦，诸神跟豪杰跟一般的饿狼，看起来很 OK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队伍的战斗打起来是什么样子。这边就看四倍数好了。今天是平安夜，等一下在结尾呢，我做一首啊，唱一首歌给你们哦。哦，第一场就这么强啊！猩红纹女这饿狼在前面弹，后面还有一个索尼克单着。最顽固的梅尔萨加德可能打不赢，你光要撑那么久就撑不下去了。我们这个阵容今天就不要给切斯特改了，来看一下四个队伍。有没有？你要硬打下来难度还是有的，主要是梅尔这一位好难，伤害反弹，要倒了。
还有一口气还没有倒，还是得倒。像这样的阵型呢，如果是以往我们在玩，我们都会希望把梅尔做一个调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角色还是很多啊，你这个球棒啊什么的，球棒这个可以下来，然后三队是吧？三队可以摆上球棒，然后有格罗迪巴斯啊。好了，我们再试一试，普罗斯没有电，狗狗侠。这边还有一位，刚刚是摆谁呢？格罗迪巴斯吗？好了，我们先开始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梅尔，其实还真的是有点强。你要撑他也不好撑，对不对？要撑他也不好撑。哦，他还有一个站立的问题啊，难怪要这样子摆阵啊。你等于被绑住了，然后局限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站立放上来也不够，所以刚刚才会这样子摆嘛，不够，有没有？角色还不够摆，你还刚好要调到五队。战力都可以打，那也是一门很难的功夫，不是这么简单。所以敌对你靠这个球棒要去单他，你就给他刚下来，结果倒下来了，没有办法，很难，是不是非常难？又变成要二郎一个打全部。帝王引擎。二郎再怎么能撑，对面这个阵容肯定是抓不下来的。那梅尔沙德，你还会差他一些。哎呦哎呦，进步了进步了，变成一颗球了，差一点点的，还要再撑。对面还有个僵尸侠，有一点机会，有一点机会，只要撑住的话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差一下，还真的差一下。好了，平安夜快乐，接下来就是送给大家一首歌的时刻了，三秒两秒一秒，在这边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，今天是平安夜，所以我唱一首英雄之路氪金之歌。英雄之路氪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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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诞节氪金，圣诞夜氪金，圣诞节就要你氪金，圣诞节氪金，祝福大家圣诞快乐，狂人祝你圣诞快乐，狂人祝你圣诞快乐，大家的快乐快乐，英雄之路吸血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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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欧洲卡牌，这是欧洲卡牌，这是后退出卡牌，就是要吸你血，圣诞节吸你血，圣诞节吸你血，圣诞节就吸你血，让你欲哭无泪。英雄之路氪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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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诞节氪金，圣诞夜氪金，圣诞节就要你氪金，圣诞节氪金，祝福大家圣诞快乐，狂人祝你圣诞快乐，狂人祝你圣诞快乐，大家快乐快乐，英雄之路吸血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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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欧洲卡牌，这是欧洲卡牌，这是后退出卡牌，就是要吸你血，圣诞节吸你血，圣诞节吸你血，圣诞节休息你血，让你愉快。